阿姨，我要一点水煮，我来一点猪血有吗？有啊，一块啊。啊，行，帮我来点猪血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？脚板一块啊。脚板也帮我来一点吧。是啊，这一块啊。一块可多嘞，比十多个。一块的猪血。是一块多啊。嗯。豆芽一块要不要？啊，可以，来点豆芽。我就拿来。好嘞。全部跳一块。这海带一块要不要？啊，海带不要。海带不要，萝卜一块要不要？萝卜可以。一块钱。嗯，好嘞，萝卜可以。两块。豆浆一块钱要不要？要。三块。还有这个是豆皮吧？豆皮来一点。嗯、可以啊，一块钱。好嘞。三块。四块。好嘞。四块，冻豆腐一块钱要不要？可以啊。五块。五块豆芽一块，六块、嗯、加这猪血一块，七块。好嘞。豆泡一块钱要不要？豆泡就不要了，就这一些吧。七块钱。好嘞。阿姨，你一般什么时候出摊呀？上午一十一点钟就卖。哦，上午十一点多。上午一十一点就开始卖。十一点卖到晚上。晚上十二点。晚上卖到十二点钟，这么晚。是啊，这便宜不了，一块钱。哦，很便宜。7块钱一大碗。好大一碗，然后东西也还好多，一块钱。是啊，这豆浆就一块钱五根多了，这豆芽也就煮下了，要辣不？好，微辣，放一点点哈。嗯，葱要不要？都要。这是萝卜吧？萝卜。嗯，好嘞。还有哈。嗯。哎。这豆芽也煮下，不熟熟不拿给你吃，来，我这做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7块钱的水煮，哇塞！满满的一碗。